接受美元就是乞丐的话，全世界最大的乞丐政党是哪？是国民党。国民党刚来台湾的时候是美元吧？对，当年是接受美元。我们连面粉袋那时候都美国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所有物资都美国的吧？那个时候蒋中正、蒋经国是最大的台湾乞丐吗？你要这样子对着你们中常会上面的这个蒋中正的遗照、蒋经国遗照指说你是丐帮帮主吗？